这里我重复点过来，也是被两条六套给围住了。没事没事，控好身位，一个一个打。右手比较有优势先啊，右。石头那里还有两个活的，以免他们丢雷，咱们直接过去。这两个人看着不是很聪明，感觉可以从侧边偷一手。OK， 又放倒一个。目前这队我只发现了三个，现在倒了两个，应该就剩最后这一个。好了，打中三枪，咱们目前一滴血没掉，现在有血量优势，咱们直接扛过去。这么嚣张，看来是打上药了，又觉得自己行了是吧？必须让他付出点代价。又想打药是吧？直接上。OK， 全部拿下，全部都不堪一击，好吧？这个人除了六坨枪，其他都掉了，另外一个掉了一把精魅和一件六甲。这里我在这蹲也是蹲到了一条野生瓢的，听脚步他要过来了，叫好有没有点？我去，这都不死直接上，那队友可能在后面，我得小心一点。注意听，后面有脚步过来了，应该是他队友。拐角那次还有一个的，先把这个过来的打了。OK， 全部打掉了，这队应该是护航队，不知道那个老板怎么自己落单了。这队员就两个爆红了，这个掉了一个六头，另外一个掉了一件六甲。拿到辐射我刚把 boss 刷了，后面就又来了两个。好了，全死了，这队就两个人。来看掉了什么，这个除了六包全掉了，另外一个太黑了，爆了个紫色没掉。这把我也是跟一队六套撞脸了，听脚步脸上围墙后就有一个。这队员太闪了，前面有一个，后面山上也有人。目前放倒了一个，后面山上呢太远了，咱们先要一下，把左边这个打了。过来之后也是发现他了，还想溜我是吧 ？OK， 直接补掉，不给机会。原点那边响枪了，肯定会过来救人的，咱们直接过去。注意听脚步，他们就在脸上了，好像已经把人救起来了。看这里，最后一个也过来了，没事没事，不急，咱们先把状态回上。喂，你是主播吗？主播吗？好了，也是直接拿下了。来看都掉了什么，这个掉了一把精锐，另外一个掉了一个六头，其他啥也没掉。这里我也是看到原点有一个六套跑过来了，直接打。OK OK， 就一个人，咱们放倒了，直接过去。喂喂喂，兄弟兄弟，你队友呢？你队友去哪了？快点告诉我。队友就在旁边。行行，你让他出来，你让他出来，他打得过我。我就出来，你别打。听到他队友了，就在前面房子里。这里我也是跟他说，让他队友出来跟我打，打得过就让他救。但他队友一直不出来，只好主动出击了。打长了直接追。